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主持服务，一定输赢。什么是有，什么是命，打拼做头啊也会出名。江西的星光，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一到拜五，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星光点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生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边英雄，阿边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一个网友观众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台台北公里2977138，现场电台台北公里2977138。那么，咱这个电台原属和东树林鼎清的电台台北公里2977138。来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新闻啦，吼。这个无牌，而这个部长夫人啦，吼。哦，伊个孙安尼，会使讲过来弄过去，弄过来行过去，行就对个啦。伊个孙安尼，国防部失手。来，咱来看内容，这是《中国时报》吼，台北报道吼。那么国防部大出包啊啦，哦，亲民党立委这个陈义杰，哦，陈义杰，哦，应该爱讲杰吼，清洁清洁的洁吼。哦，陈义杰，哦，昨个时阵爆料啊啦，啊，有民众哦，伊家己讲伊是部长夫人啊哩，伫六日暗时啊，轻易啊来弄入去国防部办公室啊，并且吼、哦、吼，直直弄弄到部长室个这个周边啊周围就对了，吼、哦，因为个时阵安尼啊。国防部副部长吼、哦、夏立，伊伫个夏立言长吼、哦、证实，即个夫人哦入去甲部长办公室所在的即个三楼个啦。那么并伊吼真坦言啊，吼、哦、这是严重个即个违案事件。国防部表示已经移除失职个即个人员啊啦，
啊，那么等于给哦，张德讲啊，前天暗时啊，有民众哦，过身部长夫人啊哩，哦，竟然通过门口，哦，啊，甲这个门口消。少的少点的对啦，吼，徛卫兵的对啦，吼。那么经过伊吼，各界盘查呢，那么进入到这个部内哩，啊，有敢问啊？我都部长夫人啊，安尼啊，其实吼，咱会当了解。迄部长夫人啊，有生在什么营养病，大家都唔知啦，对唔对啦？啊！啊！就大家想，哦，部长啊，倒一个敢甲主动？你想啦，哦，你若换做真真正正的部长夫人啊，你若搁甲动东动西，是毋是？哎、欸，部长知影，我看都无欢喜啊，绝对一定无欢喜啊。讲，啊，阮某的孙安尼要入来内面的孙安尼找我是安怎？嗯，啊，你咧甲问东问西，是咧问啥吼？对毋对啦？所以阿宏认为讲这，阿宏会当理解，对毋对啦？都除非你部长哦，你下令嘛。欸，阮某、阮规厝、阮厝的人是遮的哦，无恁咧甲搭遐。哦，阮来厝的人来来，这都是阮厝的人。哦，你都无要紧，对毋对啦？但是你毋是啊，啊，即嘛死搞你来看，再要处分啊。所以我常常咧讲，这绝对出代志，这绝对出代志，对毋对？我看看即嘛即种的吼。包括国家部门啥物啊，你绝对已经出代志个啦。无讲袂了出代志，因为阿宏吼、哦，按照阿宏伫学伊个吼，即种个即个状态，遮尔啊严密来讲吼，即嘛无论啥物啊，拢绝对劳动足济啦，劳动足济啦。嗯，对毋对？我咧报告新闻嘛是共款啊，劳动足济嘛，对毋对啦？嗯。伊讲哦，又甲盘查啦，吼、哦，一路的时阵安尼，吼、哦，都畅行无阻的时阵安尼，国防部迄阵嘛8:50，召回本部军事官兵，举行了检讨会，嗯，啊，佫要求的时阵袂使啊对外啊来声张，吼、哦，企图封锁消息，以示令人呐、啊。啊、当然的啦，这个代志无论倒一个单位拢同款啦，守秘密啦，尽量莫风声走出去，这是一定的代志嘛。你倒一个单位拢同款啦，你包括说总统府嘛是拢同款啦，对不对？这咱听我去较了解嘛，听我理解嘛，对不对？是毋是安尼？换做你报销嘛是同款啦，嘛是同款拢安尼啦，无影讲哎，佮你甲看，啊，阮这是安怎，阮这是安怎，有无？无啦，无一个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先？我讲话有客观啊无？那么伊认为讲吼，国防部管制伤过疏松啦，吼，应该爱予一个交代安尼啦。民进党团立委萧美琴长伫个外交国防委员会。质询的时阵批评啊，啊，莫讲吼，入去部长室的啦，干那入去吼、哦，管入去营区吼，那么的时阵安尼啊，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，那无代志啊，但是安排联系，啊，嘛袂使吼，嘛不得其门啊来入去就对啦，吼、哦。那么这名的孙安尼啊，夫人不但的孙安尼啊，坐这个交通车，吼、哦，还佫落车去营区的行动，啊，也唔知影讲吼，倒一栋吼，上介重要的，知影的孙安尼啊，比的孙安尼位还佫较侪，啊，啊来的孙来历恐惊的吼，袂少安尼啦，吼，来历。恐惊吼不小啦，吼、哦，用来滴恐惊袂衰就对啦，吼、哦，袂少是安尼唔对，应该是来滴恐惊袂衰哦，吼、哦，真大安尼就对啦。
那么国防部处长夏立言长，就伫二里番院表示啊啦，夫人吼、哦、在即个5:13左右，被部长室同仁啊来发觉到，吼、哦，伊应该是本国籍的啦，吼、哦，精神状态无好，吼、哦。那么对交通车入去时间到的时阵，夫人被发觉，吼、哦，带离营区吼，即、哦这个前后大概差不多10多分啊，尔啦，吼、哦。这个夏立言表示啦，阮嘛认为讲吼、哦，这是严重的这个违安事件啦，吼、哦，将检讨吼，这个门禁的这个管理啦。国防部长伫个说明啦，前天下晡4:55，有一名妇人伫个国防部博爱大楼吼，哦、这个边啊，就是中沙街，吼、哦，向交通车。驾驶吼，计成功的时阵啊，我吼、哦、是部内聘请即个雇员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即、这个聘受雇的即个人员安尼啦。那么凭以身体无爽快为由，要请求的时阵安尼啊，坐交通车，哦，返去的时阵安尼啊，中校营区安尼啦。当时吼、哦，伊即个驾驶吼是无这个辨识证就对了，吼、哦，那么就同就会顺安尼啊，同意夫人，吼、哦、啊随车入营安尼啦。那么国防部表示啦，夫人伫个这个营区内面吼、哦，被机警的这个兄弟吼、哦，就是因这兵就对了吼，官兵啊，发觉讲的时阵无配戴这个识别证啦，叫的时阵行机科仪啊呢。就向干部啊来反映安尼啦，吼、哦，经干部查明，这个妇人并不是国防部的这个人员，却会顺安尼心情忧郁安尼，吼、哦，精神可无共款就对啊，吼、哦，就将伊带离开这个营区安尼啦。国防部强调，该妇人绝毋是部长夫人的这个身份入去。营区的啦，在这还阁要更正嘛？伊这个夫人唔是讲伊是部长夫人，所以拄只咱看迄个标头啊，标头吼，迄人共写部长，对不对啦？啊，你甲想，即马到尾啊，就是伊唔是讲部长，吼，拄只咱咧讲啊，伊甲这个司机骗讲的时阵，我身体无爽快，吼，啊要坐伊的车要转来。中澳东路遮啦，对不对啦？哦，啊，司机是讲安那会晓紧啊，对不对？做一下好心的啊，啊，哪会知影的时阵啊，伊个车一定爱的时阵啊，驶入去营区啊，啊，伊就一定爱在营区嘛。啊，伊这司机也袂讲，啊，等你迄款啊，所以伊这个拄啊，咱第一讲的，佫有出入就啥？伊讲的时阵啊，这个头一个新闻伊在讲的时阵啊，讲有经过迄个门哨嘛，对不对？有甲盘查嘛？唔是的，其实地车入去啊，啊车哪有盘查无啊？啊，家己的车就入去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甲你讲哦，就是看新闻，大家拢一定要真注意啦，对不对啦？你无安尼，人啊新闻写呢，你就讲安怎，你就听啥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其实就无同款啊嘛，对不对啦？所以阿宏咧报新闻，甲人拢无同款。好，到这结束。期待这位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再见，拜拜。